for me. Yeah, that was cool. Very cool. That was cool.把气关掉是吧？对，对，可以就是这两个叉对准这两个角，就是这个叉，这个长，对，对应这两个角，对，就是上料，要上料这样上，哦，看到没？上料，上料这样放，从下面，对，从下面转上来，放进来。 然后把这个扣上，扣上以后拿这个东西，点这个，上好料之后点这个。 这是气阀吗？对，这气，这都是没有气哦。没有气。是上完气再点这个蓝色的是吧？对。上完气再点这个蓝色的是吧？对。上完气再点这个蓝色，点这个，哎，没有气。 刚才有气，现在没有，你这边换一个气阀了。就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怎么才算就是对准这个就这个飞达怎么对准这个链子？推过去，要推过料过去，这个东西要碰到这个，然后这里在中间，你看这里还有位置。 这个要碰到这个，对，然后这边的位置是指，啊，这边有个位置是指什么？这哪里？你不说这边要有点位置出来吗？就是相当于这样子嘛，看到没？嗯，碰到之后刚好是这样子嘛，在中间嘛。对啊。啊，这个东西，它弹簧穿过这边来，这你碰到这个的时候，它就这样子嘛，看到没？对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是椭圆形的，这个洞，来留一半。比如说你推过去了，这个还可以活动。 意思啊，就是还能动是吧？OK，就是那个料夹两左右还能活动。对，左右活动，这样推出去，就跟这个东西碰到一点点这个，还是有作用的。这样子，这样子还有活动的。就这样子。对，往前面推一下。对，这样子。 然后这边碰到这边，然后这边两边也可以动，两边还可以动。OK。然后这边那个下面这个有什么那个，就是要对的吗？然后这边是形成，这里这气缸的形成啊，这气缸的形成可以调推出去多一点或者推出来少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对，这个是这个，它是用这个调的吗？不是，这里调这里气缸的形成，就是说我推过去。 会推多一点，或者推少一点，对对对。对，那这个行程，你推多的话，它会弯，前面会弯。哦，对，推少了，它就没有，它没推进去嘛。对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行程是调这个螺丝吗？对啊，拧这个螺母，然后拧这个杆，啊，拧松这个螺母，拧这个夹住这个杆，拧这个杆。拧夹住这个杆，夹紧这个杆，然后拧这个螺母。不是，这个螺母是锁紧的。啊。当你拧螺丝进去的。 这个杆上面是一个螺丝嘛？啊，对，然后拧进里面这个帽里面去嘛，拧进啊，就相当于是，就是这个螺帽是固定的，螺丝是要转的是吧？它呢，这个你拧进去了，它上面的这块东西相当于这个就画一样了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说白了就是拧这个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拧这个杆，然后杆是松的，那就是对对对对行程变大。 嗯，对对对。然后你这个行程要刚好把这个 LED 灯正好刚好的掐在这个里面，对对是吧？那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标准是拉出来是直的。
那要没插进去它也是直的呀，没插进去它会掉出来。哦，就是行程正好是它放进去是直的，然后没有弯，然后也不用掉下来，那就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可以调偏的话，可以左右调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地方可以，这个可以左右移的，就是松开之后你可以。这个是调这个和这个的对准位置。对对，调这个的对准。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它挤这样子，它来到这个地方不对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调这个，拧松的时候把刹撞上那个轮，然后再逼死它，它是这样子，这个东西。那就飞达的话，最主要的一般也是就飞达问题，飞达。哦，有 CDA 的话。那这个调的话是怎么调的？这个调这个调。对吧？拧松这个可以，比如说这个可以转，两边都要拧松是吧？对，拧松要转。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对的，比如说，看没有，这个现在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对的。弯了吗？不是弯，是不你没走到位，这齿轮带的没走到位，没对准，就是对，没对准，我们就松开这个，然后转上面这个轮，让它对准。对，这个是要用眼睛去看是吧？对，用眼，没有你这个可以关气的这样子嘛，看没有，这个叉对准这个叉的中间里面，这个推叉，我看到了，啊是吧？那如果说你现在对这样子对不上是不是？对不上是吧？对。然后我们就拧这个，就是把那个引脚放在推叉的那两个叉子之间。对对对对，你看，这个是5.0的，啊，这个是5.0的。然后你就拧这个，不要上面转啊，就拧紧，逼紧它就行了。OK， 这样这个键这个对准对位就调好了。对。说白了就是，那这个上料需不需要气阀？上料要气啊，就点这里嘛。平时现在我们不没有气，没有气，没有气，我们就用手。哦，是不是？就点一下，它就会往前面推一下。对，点一下它就会推一下。点一下推一下，对。OK。那说白了就是注意这几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就是那个我们要调准这个叉。这个推叉跟这个 LED 之间的一个间隙，然后调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是调那个链夹的这个推叉这边和这边，然后它的一个标准就是这边要挨住这边，对，然后它两挨住之后两边还能动。然后第三点是调气阀的行程，然后让 LED 灯，然后就是能打到上面去，不弯而且不松掉，是吧？不弯了就不松。然后它调 L 调气阀的那个调气阀是调这个螺杆是吧？对啊，调这个行程，分配头出厂的时候它没调好，是不是？因为一般是调好了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动了。啊，对，是。它出厂的时候就我们有时候多或者少，我们就调的。但是后面还那后面他们还是会换物料打嘛，比如说我今天换 LED， 明天就是电容什么的。那样也要重调是吧？那样不用啊，你就是说你配几个飞达，比如说你 LED 你用三个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这里又用几个2.5、5.0的嘛，然后你就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对 ，OK。大概懂了，这个是怎么推出来的？哦，这样推出来的，然后拧这个螺丝。对，拧这个螺母嘛，拧这个螺母再拧这个杆嘛。是先拧螺母再拧杆，先拧螺母再拧，先把螺母拧紧，螺母拧松，先把螺母拧松再拧那个杆。对，它这个螺母是锁那个杆紧的嘛。哦，懂了，对吧？然后你调完之后，然后再把螺母拧紧就可以了。对。OK。